今天又
这墙子里漏藏了很多青檀下来。施肥施肥，摄影师种的四季豆也爆芽了。长豆角可以搭棚了，长得蛮高了，满满的春天气息，鸟语花香。豆角种多久才长？种多久？啊？板凳搞好了，现在做桌子。今天这个桌子可能做不起了。现在很晚了，现在6点钟了。凳子做好放在这里。补了灰，放在这里晾干。今天桌子还是没有做好，明天肯定做得好了。今晚上吃饭还是没有桌子。开饭喽！土豆炒肉，这个是木瓜，是不是？木瓜丝。凉拌木瓜丝。煮了个蛋汤，开饭开饭。